皇上，有何吩咐？你在宫殿外面是怎么知道本王在叫你的？那是因为王上敲了两下，频率一样，力量也相似，属下才觉得应该不是随意之举。末将见过王上，免礼吧。 小琪，这套战甲，本王每日都在替你擦拭，从不令其蒙尘。王上，您不必如此啊。小琪心里是不是对本王颇为失望？王上，属下从未如此想过。 甚好，小琪。王上，末将自会保重，还请王上不必挂心。本王知道小琪善战，只是南素人来势汹汹。小琪，本王是担心。请王上不必担忧，只要末将还活着，必不会让南素人。 有机可乘，本王一直都相信你。上酒，保重了，齐将军。 末将有一言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应当说与王上知晓。但说无妨。此次四国联军能否击败南苏，谁都不敢保证。是以末将以为，王上应先往北迁都，暂退至辉阳郡。辉阳郡，此处往东不足200里。 便是天枢的国境，若王上迁都至此，想必他们能更清醒些。本王知道了，小琪你也不必太过担忧，专心战事即可。还请王上多加保重。